一个神奇的中成药，祛风散寒，活血止疼，去除骨缝里的风寒湿，治疗腰疼腿疼，全身疼痛。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中成药，可以活血化瘀，去除骨缝里的风寒湿，缓解腰疼腿疼脖子疼，治疗肩周炎、颈椎病、关节炎、坐骨神经痛等全身上下的疼痛。有很多朋友经常感觉全身不舒服，浑身酸痛，不是脖子痛、肩背痛，就是腰腿痛，稍微一弯腰，蹲一会儿，弯一会儿腰，再起来，骨头就嘎巴嘎巴的响。年轻人稍微活动一下，疼痛就消失了，但是老年人却不行，严重的膝关节又冷又疼，周围皮肤麻木甚至僵硬变形，遇冷遇寒疼痛会加重，甚至走路都走不了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？有一句话叫做寒竹手引，中医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的情况，多半是风寒湿邪侵袭了关节肌肉，导致关节肌肉收缩僵硬，气血运行不畅，不通则痛，因此就会出现了各种疼痛。这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中成药，可以祛风散寒、除湿、疏通关节的经络，专门治疗风寒湿所引起的肩周炎、颈椎病、关节炎等全身的疼痛，那就是汪碧片。汪碧片主要由熟地黄、续断、独活、防风、威灵仙等17味中成，具有祛风散寒、疏通经络的功效。